那种人就是石头，他会生在被子里面，就是这里面有一个这个那个手机玩的非常久，然后当我参加这个的时候，他会显示他的资料去的，他就会显示几个东西来源东西的什么资料，然后告诉我这儿有一个你可以参加的东西，那我就要报告的，做比赛报告，然后我就就特别自己拿自己一个包包，然后看一些他这个这个有什么需求，然后可能需要做自己的成本，那这个东西，然后那个人一个制作组，然后我两个加入制作组的东西，然后你说。好，谢谢谢谢。